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77页，677页，倒数第六行，无信者，《法华经》曰：“知法常无信。”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一堂课，我们就是学这一句话：怎么样知道一切法了无信？信就是自体，一切法没有自性啊，没有自体，一切诸法皆无实体，所以叫无性。又《楞伽经》《唯识论》等明三种无性啊，说明了三种无性。第一种呢，叫相无性，一切众生以妄心相因缘生之事物，嫉妒为我为法，并迷执为实我与实法，这叫遍计所致性。下面举个例子，让我们有个概念啊，什么叫遍计所致性？遍是普遍，计就是嫉妒分别啊，计较度量分别啊，这叫计。所执是我们所执着的一桩事，或者是一个物体啊，我们执着它，以为它是真的，以为它真的有体啊。佛家说有体有相有作用，这个我们讲真话了，一切法无性啊，一切法没有自体啊。这自体从哪来的？第一种就是遍计所致啊。下面举个例子，什么叫遍计所致？如见神，见到一个神，
特别夜晚啊，没有灯光的时候却踩到了，以为是蛇，啊，蛇没有啊，实实在在没有蛇啊，但因妄心迷之而有蛇相。哎，踩到这个绳子好像真的有蛇相。那么这个相不是蛇有，但因妄情而现，叫它做相无形。啊，如果我们用灯把它一照，哦，脚踩到是绳子，不是蛇。啊，这才是知道这是误会。这个世界一切众生产生这种误会机会太多了，时时有发生，处处有发生。而实在说呢，这些发生不是在别人身上，恰恰好是在自己身上。啊，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再看看参考资料。那么第二种，生无形，由因缘而生的一切万法，啊，谓之依他起心，他就是指的因缘，啊，例如神，神从马之言，马神。啊，神没有自体，啊，自体是马，用马搓成绳子，与其他的助缘而成。啊，助缘，这个绳子放在某个地方，这是缘。正好我们从这走过，这也是缘。走过这个地方恰好没有灯，如果有灯照清楚了，不至于误会是谁。啊，没有灯，没有光，啊，就踩到了，啊，吓一跳，以为是脚，踩到蛇了。啊，那么这是下缘。有因有缘，啊，利忘情而自存，但神无实性，缘散神空，故曰神无性。一切万法的生离不了因缘，生的是果。啊，因缘果，啊，因与缘果都不是真实的，啊，这叫生无性。第三种呢，叫生意无性，生意啊是缘成实性，一般经论里头。都讲三种无性，前面两个是假的。这个圣意是真的，啊，圣意是真的。那么向上一处，就再提升一个阶层，圣意也是无性。啊，这些
我们要多搞清楚搞明白，真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就是《金刚经》上的教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一切法里头包括佛法。为什么？佛法也是因缘而生的，因为众生对于这些现象完全无知，看错了，想错了，以为这些法都是实在的，啊，希望控制它，希望占有它，引发无量无边的烦恼。这些烦恼包括习气，就造成六道轮回。其实六道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十法界也不是真的。最后给我们说明，一切诸佛刹土都没有自性，就都没有自体。啊，一切诸佛刹土也是因缘生的。啊，中观论上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离开因缘，无有一法可得。那才叫真相。啊，那个相是什么？那个相就是诸法实相。实相是空，实相是不空。啊，为什么？没有缘，它不现行，所以说它是空。有缘它现行，现行不能说它有，不现行不能说它空，所以说空说有都错了。啊，非空非有也错了，四句百非也。啊，怎样才能见到呢？佛见到了。八地以上见到了，啊，那是大菩萨。华严经给我们说，菩萨有51个阶级，最上面的等觉菩萨，等觉下面十地菩萨，十地下面九地菩萨，九地菩萨下面八地菩萨。佛在经论上常说，八地以上才真正能够通达见到明了诸法实相，一切万法的真相。啊，因的真相、缘的真相、果的真相完全明白了。明白怎么样呢？一念不生。啊，在所有一切相里头，眼看得清楚，耳听得清楚，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慧。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的。本有的智慧起作用。啊，自性现象没有生灭。啊，所以现象不能说生。不现象不能说灭。
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还是给我们讲了个生字，末后一句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还用那个生字啊，这随俗，他那生是什么意思？现的意思能现万法，这就对了。缘要是没有了，这个法，一切法也就没有了。回归自信，自信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华严经上说，能生能现，华严说了两个字，自信能生能现。啊，世间人说生，万法生，佛菩萨说现。啊，像阳光一样，啊，没有云彩把它遮住，它不现。云彩散开了，日光现前了。日光现前，不能说它生。乌云遮住了，太阳不见了，不能说日光灭。啊，所以不生不灭。啊，相似生灭。没有云彩遮住，好像是生；云彩遮住，好像是灭。其实生灭都没有。啊，这是说什么法呢？整个宇宙，全宇宙，包括佛法在内，这真相啊！知道真相之后，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啊，根尘相切，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什么境界？佛的境界，这就是诸法实相。不能分别，不能执着，为什么？他没有，真的没有，所以起心动念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八地以上入了这个境界。换一句话说，佛证得了，等觉证得了，九地十地菩萨也证得了，不是佛一个人亲见的，五个人都见到，啊，佛加上这四个菩萨等觉，啊，加上三个菩萨，十地九地，啊，还有八地以上，慧能大师至少这是八地呀。我们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八地以上究竟圆满，那我们能
观察得到八地、九地等觉，十地四个位置，他们虽然见到了自己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没断干净啊，对这种事情通达明了而不得受用。受用是什么呢？回归常寂光，他不行，他依旧住在十宝庄严土。十宝土是报身佛住的地方，依照华严说法初住就真的了。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居宝土，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化身常寂光土只有一个人，妙觉如来啊，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注意那个身相，身相就是缘，哎，显相啊，相显现了。那么这品无明如果断干净的，就没有身相了，完全回到常寂光了。告诉我们，十宝庄严土不见了，不现了。为什么缘没有了？他的缘是什么？无始无明习气，只要习气没断，十宝图就存在。十宝图要存在多久？无始无明习气才能断干净。佛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所以这也叫无量寿啊。啊，古大德所说的有量的无量啊，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量，三大阿僧祇劫很长很长，我们对它连概念都不能产生啊，所以叫有量的无量。三大阿僧祇劫满了，它其如常寂光了，那就真的无量啊，那是真的无量的无量。这个时候称为妙觉如来，无上菩提，究竟佛果啊，上头没有。佛陀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教我们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回归常寂光。佛陀教育毕业了啊，最高的学位拿到了啊，究竟圆满的佛果。这唯独这个是人的能现能隐隐现自在啊！
啊，迎现的缘就是化身菩萨。只要这个世间有化身菩萨，自行一定先报土，十报庄严土啊，踏实从自信里头现出来，跟十法界完全不一样啊。十法界是从十宝土变现出来的啊。十法界的众生，十法界有佛法界，有菩萨法界，这些佛跟菩萨大乘教里面称他们是相似即佛，很像佛，不是佛。为什么很像佛？佛的戒定慧在他身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他不是佛？他用阿赖耶，他没有用到自信，他用的心呢，不是真心妄心，跟我们用的心是一样的啊。但是什么？他们的妄心缺了，我们的妄心迷了，就这一点不同啊。绝了，绝了什么？要断烦恼啊。什么叫化身菩萨？见思烦恼断了，是阿罗汉，是辟支佛啊。这个是佛陀教育里头第一个层次，小乘啊，小乘毕业了，拿到学位，像现在的本科生学士，在佛法里头，这个本科的学位叫阿罗汉。啊，六道轮回没有了，六道轮回是一场梦。醒过来了，找六道痕迹都找不到啊。必须有六道众生敲他的门，跟他做缘，哎，他也能现六道。他到六道里头现身说法，教化众生。啊，如果他更进一步，能把分别也断掉，那就是菩萨。这个菩萨是十法界的菩萨。啊，要知道十法界最下面的六层就是六道轮回，这六道轮回上去呢，上去是阿罗汉，他在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这个法界里头，有佛，有菩萨，有声闻缘觉，没有凡夫，凡夫在六道里头。啊，六道众生纵然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也没有办法见到阿罗汉，见不到。啊，那么六道里面的菩萨比阿罗汉高，
菩萨见思烦恼断了啊，这个声闻见思烦恼断了，菩萨呢尘沙烦恼断了，也就是不分别，阿罗汉有分别，辟支佛有分别，菩萨没分别，不执着清净心现前，不分别平等心现前。你看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觉是最高的学位，觉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超越十法界啊，十报土，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啊，我们通常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什么境界？初住以上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四十一个阶级。法身菩萨，法身菩萨四十一个阶级都是法身，那他们地位低的习气浓，地位高的习气薄，这四十一个阶级从哪来的？习气厚薄不一样啊，粗正的习气浓啊，啊，在那边修行三个生气节了，两个生气节过去了，他薄了，习气就薄了，啊，习气完全断干净了，那就是妙觉了，啊，等觉是最后一品，一点点习气。那一点点习气就障碍他不能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这还差那么一点，那一点断干净了，他证得究竟圆满法身。究竟圆满法身在哪里？法身没有相，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念头，不但没有念头，念头的习气都断干净了啊，没有念头就是不起心不动念的，是圆教初住，到究竟佛果他的习气分为四十一品，四十一品通通断干净，就是妙觉，这才真的究竟圆满啊！圆满的境界里头，不要说圆满了，只要在化身如来，就是《法华经》上这句知法常无性，他们知道啊，一切法是法佛法都无性啊，都没有自体 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自体？没有他是以真心为自体，真心无有相，真心没有念头啊，这个要知道，真心是什么呢？在净宗经典里面说得好啊，叫常寂光啊，常不生不灭，这个里头
没有生灭的现象，是常。啊，寂清净，没有染污，没有动摇。啊，整个宇宙就是十法界，一报正报都没有办法达到不生不灭。为什么？它都是生灭法。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啊，阿罗汉以上的分段生死没有了，有变异生死，两种生死，六道众生是两种都有，啊，十法界的时候两种里头分段生死没有了，有变异啊，所以这个分段变异从哪来？从阿赖耶来。设法界的佛菩萨，他们修什么？相宗的话来说，转八识成四智，他要把八识转变成四智，阿赖耶转变为大圆净智，啊，摩那识就第七识，转变成平等性质，第六意识转变成妙观察智，前五识转变成成所作智，转八识成四智，他才能离开十法界。所以十报图里面没有八识，没有八识就是它没有变化，八识能变呢？华严经说我们娑婆世界，说我们六道轮回，心性，这个心就是自性、真性，识变，变幻无穷啊！念念在变。啊，佛经上讲的这个念，我们凡夫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欲界天人不知道。欲界天六层天的色界天人也不知道，色界十八层天，再上去无色界四层天，四空天也不知道。啊，再往上去，圆球，辟支佛，他也不知道。谁知道圆教初住以上才知道，啊，所以十法界都是在同一个频道之下产生，那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阿赖耶的业相就是波动现象，
这波动的速度多快？一秒钟2240兆啊，波动啊，生灭了。一秒钟有多少个生灭？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我们怎么能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天人不知道，阿罗汉不知道，辟支佛不知道，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也不知道。宇宙的奥秘，谁突破了？初住以上就突破了，他们知道了。为什么？所以他知道了，十法界是假的，十法界不是真的。他把十法界统统放下，挂碍没有了，他安安稳稳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叫做一真法界。那个不是假的，真假标准是什么？是生灭。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生灭现象啊，人没有这个寿命啊，生死的现象没有。虽然十报图有41个等级，等级看起来好像是平等的，我们分不出来，谁能分出来？佛能分出来。啊，什么佛？法身佛。报身佛知道有这么回事情，也没有办法看清楚。这种事实我们要了解啊，了解了之后对于净宗啊，你才升起仰慕的心。为什么？这是个真正殊胜特别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绝大多数连初果都没证得啊，虚陀环都没证得，到极乐世界去了。去到那个地方，我们这一部经48愿是第20愿，阿弥陀佛发的咒语，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菩萨？十宝图的菩萨啊。换一句话说，在极乐世界有这个名，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有这个名。实际上呢，他的待遇是平等的，通通是化身宝图菩萨的待遇。太高了，所以变成男性之法，他很容易修，很容易成就。啊，怎么可能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修行与根性有关系啊，很多很多人三年就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了，他随时可以去啊。啊，大部分的人三年真走了啊，还有一些人没走的，一种是自愿，我愿意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啊，给这些迷惑颠倒的人看啊，做榜样叫表法，自愿的。另外一种呢，是佛委托的，阿弥陀佛跟他见了面，告诉他寿命还有多久，到时候我来接你往生，他心里踏实了啊，修得很好，有慈悲心，有耐心啊，佛会劝他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这是佛的委托啊。我相信海贤和尚的寿命没那么长，112岁啊，这么长的寿命，我觉得那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一般讲他的寿命呢，也应该是70-80岁啊。他的母亲86岁走的，他的师弟82岁走的啊，应该在这种年龄是正确的啊。所以阿弥陀佛延长了他的寿命，应该是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一本书，这个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你遇到这本书，佛就接引你往生啊。那么我们想想，难哪，老和尚不认识字，从来也不看书啊，他庙里头没有书啊，啊，他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讲过人讲过经，都没有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啊，一句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念了92年。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这么长的时间，念佛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功夫成片一般是3年到5年就得到啊，你得认真干了，不认真不行。啊，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来示现，告诉你信息啊，阿弥陀来看你，来安慰你，告诉你寿命还有多少年啊，还有10年，还有20年，告诉你，等你寿命终了的时候，他就来接引你，你心里踏实了。但是在这种情形，确实有不少人，诸位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你能体会得到，许多人都是3年就走了，难道那些人寿命
修好就是三年吗？这个讲不通，不合乎逻辑。那为什么都是三年走的呢？阿弥陀佛来也给他递信息，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不放，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我的寿命不要了。佛很慈悲啊，跟他约个时间，好吧，一个星期我来接应，三天我来接应啊，到时候他真走了。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宋朝迎科法师这个出家修行人啊，他念佛三天，那拼命念，破戒了，做错事了，他害怕，怕到地狱，拼命念佛求往生啊，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十年之后我接你往生啊。他也是福至心灵啊，开窍了，就跟阿弥陀佛求着，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佛就给他一个定，好吧，三天之后我来接应你。三天之后真的往生了。这种情形应该不少啊。啊，不是自愿，自动自愿做表法，表法很辛苦啊。那个海鲜老和尚很辛苦啊，啊，那就是受阿弥陀佛委托的，啊，嘱咐你的，让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这个寿命不是你本命。是阿弥陀佛给你延长的，加持给你的啊，这个要有慈悲心。为什么极乐世界乐，这是叫苦啊，谁愿意吃苦啊？真正愿意吃苦，没有怨恨，再苦也不怨天，不由人啊，这样的人难得，遇到这样的人佛才委托他，佛通情达理，不勉强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不少啊，这一生当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欲知是知啊。我早年第一个看到的新加坡陈光别居士，居士林的林长啊，他是个企业家，佛弟子，但是对于佛教只有崇敬，没有修过经教啊，也没有听人讲过经，只是烧香拜拜。我们在新加坡住了三年，每一天四个小时讲华严经啊，正好他生病不能上班，在家里休养啊，躺在床上，床脚放一个电视机，把我讲经的那个录像带，那个时候是录像带啊，
拿回去，从头天天放，是一小时听经，一天听经四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就念阿弥陀佛，念了一年。有一天，他跟李牧原居士说，他想往生。换一句话说，他有资格往生了。李牧原居士说，不行，你现在不能走，居士人需要你，你是个带头的人，只要你在，大家都心安，你不在了，大家心里没依靠，求他多注意你。他就答应了。所以他听了两年多的经，念了两年多的佛。三个月之前预知时至，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有一天在一张纸上写，好像是八月初几农历，写了十几个，他自己没有说，也没有人敢问他。那么他往生正好就是那一天，三个月之前知道的。他成就了往生的瑞相稀有，真往生了。谁告诉我们？他的冤亲债主很多很多，几百人呢。这都是死了的人，不是活的人，冤亲债主。在他家跟到居士里，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天有四个法师帮他助念。大家轮班的，日夜不间断。有一个班下班回来换班的时候，这些冤亲债主到居士里附体。附在居士林一个义工身上，说他们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告诉我们老林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他们看到很欢喜，我们不再抱怨了，我们只想也想跟他一样念佛往生净土。希望听经，听什么经？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我们就告诉他，你到讲堂去。那讲堂不敢去，光太亮了，他们受不了。那问他在哪里？他们想的斋堂，吃饭的饭厅，斋堂，就是斋堂里面放了两个电视机，一个电视机放地藏经，一个电视机放十善业道经。三个月统统走了，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你看一个人念佛，每一天积功累德，冤亲债主可以原谅你，不给你找麻烦。看到你往生，他们正欢喜。也想沾一点光。老林长因为有居士林，居士林在那个时候非常兴旺，每天讲经。
啊，佛号24小时不间断。有念佛堂开放的，24小时日夜开放。啊，大家跟着念佛机一起念佛。啊，佛大乘教里头跟我们讲无限，为的就是这一句话：知法常无限。为什么你才能放下，彻底放下？法是万法，一切法，佛法也在内。啊，一切都放下，尽宗学人，心里头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啊，如果你对于尽宗有疑惑，没有坚定的信心，可以读经，可以听经。听经读经为的什么？帮助你断疑生信，目的在此地。如果你信心坚定，丝毫怀疑都没有，不要了，一句佛号。那一句佛号里面，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全在里头，甚至于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你念这句话全念到了，你看多简单多省事啊！啊，海贤老和尚用不着用不用听经，用不用学教，不需要了。为什么？他没有怀疑。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就凭这三个条件，师父传给他上上法门，无上法门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对这个法门肯定他是上上法门无上法门，那不是普通人呐！啊，那是善根福德圆满的人啊，他得到就不会放弃，他得到就不会失掉，决定成就。啊，我们细心观察老和尚，老和尚给我们实现的是见悟，不是顿悟。啊，唐朝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是顿悟，不是见悟。啊，短短几分钟，听人念《金刚经》，念到这几句，他就明白了。念的人都不知道，都没开悟，他在旁边听的开悟了。啊，到黄梅8个月，那是六祖在观察他，在考察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啊，8个月不变，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不变是什么？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无足看什么？就看这个。果然是的。啊，所以宣布传法。
啊，结果把衣钵给他了。啊，半夜三更召见，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做心得报告了。他的心得报告是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无数一听，行了，下头别讲了，一拨给他，啊，嘱咐他找地方去隐居，现在不能出来，就跟传戒师给海鲜老和尚一样，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老和尚懂啊。老和尚虽然不是顿悟啊，可是师父给他一句话，将来他一定能念到理一心不乱啊，念到功夫成片的三年够了，他那种根性的人足够了。啊，那么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一心不乱，顶多我们给他十年吧，三十岁。肯定得到。那么再过十年四十岁，肯定得离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只是他不说。真的他有智慧，超人的智慧。他有神通啊，没有人去试验他，请教他，哎，读经读到什么地方不明了，老和尚会讲给他听。为什么？全通了，见性，事出世间法全通了，没有障碍。啊，慧能大师没有听说过什么叫楞伽经，啊，叫无尽藏比丘尼大涅槃经，没听说过，只是有比丘尼在那念大涅槃经，他在旁边坐着打坐，去听。听完他不念了，他放下了。啊，能大师就把这听到的意思讲给他听。比丘尼非常惊讶，捧着经本向他请教，他说：“你不要拿经本，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你怎么知道经义？这个与经本没关系。”讲得多清楚。啊，一生教学当中，四十三个人开悟，空前绝后。禅宗从大摩祖师到仁和尚都是单传的，一代就一个人，所以传一波。啊，他传了四十三个人。啊，六祖以后也没有人能传四十三个人，两三个人有。啊，四十三个没有啊。啊，是放下重要。放下，为什么放不下？你以为它是真的。问题就出在这，
所以佛必须要告诉你，一切法假的，不是真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能够思维思想的意识啊，也就一般人讲灵魂灵性都不是真的，要彻底放下。啊，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注解。这个参考资料是在845页，在上面它的编号是1636，遍计所知性啊，这个里头啊，是从《佛学大辞典》里面揭露出来的啊，这个文字不难找到。佛学大辞典，遍一圆三性条。第一个，遍计所知性，有凡夫之妄执，妄是错误的，这个执着是错误的执着，不是真的，认为实无者，这个实无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万法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把心现的万法认为实有，它真有，就错了，这很难放下。啊，现在学佛，科学技术发达，量子力学家，最近这个20年。把物质现象的真相这个谜底揭穿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啊！为什么呢？3000年前佛说的三无性，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真的没有这个东西啊！物质研究到最后啊，不断的分析。80年前看到原子，科学家发现，认为原子就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啊，他们用分析的方法把物质，啊，分成两分，两分再分成两分，一直分到底。啊，发现原子。随着这些年科学不断的进步，再把原子再打破，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我看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粒子、中子，这么多东西在里头。啊，于是个个打破，电子打破，看它是什么，原子核打破，
中子大婆啊，发现小的物质，叫他做基本粒子60多种啊，再把这60多种基本粒子再把它打破啊，现在科学能做到，叫夸克啊，夸克再打破，发现微中子啊，就是佛经上讲的灵虚尘。佛经是用尘做比喻，微尘灵虚尘呢，最小的了，物质了，它不能再分了，它再分就没有了，所以叫灵虚，跟虚空做隔壁，你只把它一打破，它没有了，虚空出现，这个东西叫微中子，微中子被它打破了，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晓得科学家讲的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也叫极微之微啊，这个东西打破了，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就证明佛经上所说的佛说色，色就是物质现象，或者是相啊，用色用相代表物质，色有心生，相从心生啊，色相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科学完全证明了啊，感到非常惊讶，科学家用400多年的时间，一代一代接着一代，才把物质现象搞清楚、搞明白。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他用什么方法？我们知道啊，他用禅定。啊，用很深的禅定啊，真是像大乘经上所说的8地以上完全清楚明了，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个发现现在还没有得到全体科学家的承认啊，所以叫做前卫科学。我们相信再有10年20年科学家完全肯定了，那么这个世界会有很大的改变啊。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就是用我们的念头控制物质现象。为什么？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念头可以控制它。人的念头也是善，物质现象那就是极乐世界。人的念头不善，那就变成恶鬼地狱。念头主宰物质现象，同样一个道理，你的心清净，心善良，你的身体健康长寿，不会生病啊。病需不需要用医药？不需要。美国的修兰博士，他完全用念头治病啊，治好几千个例子，
都是疑难杂症啊，医院没办法治，放弃了，找到他。前年，他到香港来访问我。啊，我看到的很欢喜，我向他请教，你这个治病的方法，依据什么理论？他告诉我，清净心。啊，完全依靠念头，这个在佛法上讲得通，心随心转。那方法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四句话。第一句，对不起；第二句，请原谅；第三句，谢谢你。第四句，我爱你，就这四句。啊，治病，病人可以不在面前，跟病人不需要见面。啊，只需要病人告诉他四桩事情。第一个，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的地方，住址，现在；第四个，病历，你医院检查时候病历，就要这四样东西。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可以给他治病，跟佛经上完全相同啊！啊，我想科学家不敢承认他。是怕一承认之后，做医生的失业了，啊，医院都关门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你治病的方法呢？啊，他需要的是四样东西，啊，人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关系，念力达到，他观想，啊，治病。每一天30分钟，是半个小时观想啊。首先观想什么？把自己跟病人观想成一体。那么换一句话说，病人这个病历所写的就是他自己的病，他怎么治啊？跟自己治，跟自己治，就是用这四句偈啊，万缘放下，心地清净，就念这四句话，念半个小时。啊，观想想着它，30天就治好了。啊，30天中，他自己这个病没有了，病人也没有了。啊，一天半个小时。30天，什么样的病都能治好。啊，他告诉我，山河大地、树木花草、所有动物跟我们是一体，是一个身呢、啊，自他不二。啊，所以他的病例观想成自己，就能把他治好，有这么好的效果。很难得，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跟佛法完全相应。啊，那么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他一生不生病啊，112岁还爬树啊，
啊，信徒到他小庙来看他，很欢喜，门口有柿子树，他搞个小楼梯上树去折柿子，啊，去招待大众啊。啊，不是112岁不能干事了，做真正做好榜样给我们看。往生那天晚上做的，白天还干了一天。啊，在门口菜园，那菜园很大，在菜园里整地、拔草、浇水，干一天。啊，人家劝他，天黑了。可以收工了，啊，他答得很妙，啊，快了，我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晚上就往生了，不要人作念，自己念佛往生，有把握，叫人作念的没把握，不牢靠。你看他给我们做的样子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就是一定要知道《法华经》上这一句话非常殊胜，非常了不起啊，知一切法无心。啊，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啊，我们从845页上面最后的两个字，无人于内外任实我执实法。也如此，就像前面见到绳子，把绳子误会成了蛇了，是一种误会。那我们现在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万物，这是什么？就像比喻里的绳子一样。啊，把绳子当作蛇，误会了。你以为真的有我，以为真的有我所有的，我所有的一样都带不走啊。我都没有，哪来的我所？啊，所以佛法修行第一个破身见啊，不再认为这个身是我，才能证出果须陀洹啊，只要你有我见，就没有办法证得出果。没有办法证得出果，你学佛，你在佛教的小学一年级门口啊，没进门呐。不必再说大乘了。那么第二个错误的看法。边界啊，边界是什么？两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啊。为什么不知道一切法是自己啊？你像这个秀兰博士
这是个外国人，他在夏威夷学到这一套本事，一生救人呐、啊。啊，在夏威夷一个神经病院。里面关着有20多个严重的病人，没办法治疗。这些人会打人，啊，脾气很不好，医生护士不敢接近。啊，我们中国人叫疯人院。啊，他用了1年多的时间把这些病人全治好了，这里面现在一个病人都没有，大家相信了，到处邀请他。啊，他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治疗是单独，啊，每一天只能做几个人，用每一个人1/2小时。啊，要观想，观想成一体，一体就没有对立。啊，无我才能做到，自他是一，不是二。我给谁治病？给自己，自己好了，他的病没有。把他的病移过来给自己，所以自己好了，病人就好了。啊，这是做出了实验，做给我们大家看。他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他来过我的摄影棚，啊，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不要说言语造作了，起心动念，这个桌椅板凳知道，墙壁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所有这里一切物质的人都知道，真的不是假的，大乘佛法里所说的。啊，整个宇宙都是无量的，大无量，小也无量。啊，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整个宇宙在哪里？在一微尘。啊，那现在讲就在这个量子里头，微中子里头。啊，佛法讲一微尘，一微尘里头有大千世界，有全宇宙啊，全宇宙啊。在这一个小的里头，这个黄连祖老居士讲过，报恩坛上讲过，啊，他用全息照相做比喻，全息照相是用2道激光照成的人像，啊，照成的照片，这个照片你把它撕碎，在激光底下看的时候是完整的，啊，你把它碎成碎渣，挑出一点点，放在这个镜子上给它放大，还是真的，它是完整的，啊，也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物质里头，
有整个宇宙的现象，他怎么会不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那么是蛮自己啊，自己以为别人不知道，别人全知道。啊，这些事情对佛法大有帮助。啊，我相信大乘佛法二三十年之后会被科学家肯定，这些东西是高等科学，他不认为是宗教，高等科学。啊，我学佛，老师介绍给我，佛法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他告诉我，大乘经典是全世界高等哲学。我是这样入门，那现在经过六十年了，我们就证明了，不但是高等哲学，它还是高等科学。啊，我们现在可以肯定，释迦牟尼佛一生教些什么？对普世教育，就是一般人民。啊，他的教学是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这个三种。啊，向上提升呢，高等哲学、高等科学，科学哲学可以说都达到登峰造极，圆满了，究竟了。啊，不能再增加一点，也不能再缺少一点，他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现在人不相信佛教没关系，只要他相信科学就好。啊，二十年之后科学家出来作证，啊，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全在经典里头。啊，所以佛法将来会在全世界发扬光大，啊，它不会消失的，啊，除非科学家没有了，啊，那佛法就有可能被消失掉。只要科学家存在，继续不断的研究，啊，大乘经典越来越值钱。啊，越来越让他们佩服。啊，所以最后讲到身亦无心。啊，讲到佛法了。佛法也无心啊。啊，叫圆成实心。圆满成就的真实心。也叫法心，也叫真如。是一切有为法的体现。啊，例如神之实现是马，是马错成神的。圆成实现绝代之法，立一切相，若知若见之是马，则立舍神之相，故曰身亦无心。啊，所以佛经上这些名词能不能执着？不能啊，假设的。啊，佛有没有真的说法呢？有，真说法是不说，无法可说，那是真说。无闻而闻是真闻。啊，凡是能说得出的，凡是你想象得到的，都是妄想，虚幻的妄想，不能说它无，不能说它有，有无都不可得。啊，怎么可以执着？怎么可以分别？
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有分别有执着，那是那是教学的手段。最后一定叫你放下，放下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佛不能帮助你。佛只能告诉你，自己肯放下就是嘛。放下什么？眼见色，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成佛了。耳听声音，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成佛了。鼻闻香，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成佛了。随便用什么方法，法门无量无边的。学佛知识分子占多数，所以佛用对知识分子用什么方法呢？叫他读经，叫他研究经教。用这个方法而且读经研究经教，佛的指导要遵守，那就持戒。什么戒呢？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就是戒你不能学很多门，学很多门学乱了，学杂了。一门一条路走到底就走到了，就通不能同时学两门这一门怎么样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叫你去念，念上一千遍你就有悟处。要不要人教呢？不要人，自修。自己悟是真的，为什么？自信智慧现前。你持他的戒，一门是修定，读书千遍也是修定。真正得到定了，定起作用是开智慧，所以经的意思就懂了，就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办？找老师印证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你就毕业了老师不行，不能通过，再读一千遍，两千遍以后再去找老师，两千遍还不能彻悟，三千遍三千遍差不多都大彻大悟三千遍之后，你悟得深，悟得广你给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你毕业了像慧能大师他智慧发了，就是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现前了把他自己误入的。什么叫自性？自性什么样子？宗门教下的大德真如自性，拿给我看看，他就说出来了本自清净，从来没染过不生不灭，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现出来什么？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就是他的德能相好啊，那他有圆满的智慧，所以所现的就样样知道，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啊，不需要学，全通了，全明白了啊。为什么心地干净，一尘不染，知道什么一切法空的。金刚经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自信呢，自信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真有不可得。我们的六根缘不到，通通放下就明白了。明白了之后你也说不出来，只有明白人跟明白人知道，心心相印。明白人跟不明白的人你怎么说他不知道。佛法是叫人开悟的，开发自心智慧，不是知识啊！啊，知识靠记忆，靠理解，啊，靠老师讲解。智慧不是的，从内往外发。啊，越深入，根越深，面越广，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佛说：“我是一切智者。”啊，事处世间一切法完全通达明了。啊，那佛经上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就告诉我们，一切智者不是佛一个人，所有众生都有。只要你把你的障碍、迷惑、颠倒放下，它就出现了。他没有丢掉啊，真的没丢掉啊，啊，只是有障碍障住了，它不起作用，障碍去掉了，它就起作用。啊，那么这个下面讲到无作。我们把这个字典上这几句话念一念啊，有为之万法，这可以做金刚经的解释。金刚经上有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有为之万法是十法界，为因缘加合合之法，不是认真的。无疑是我，无疑是法，无疑是我，所以要破我执；无疑是法，要破法执。但自忘情、嫉妒，即是计较。计划度是度量，神这个神思都是属于度的意思。而迷之我为法，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迷之只是坚固的执着，今天世界上哪个人不执着身是我？啊，
未知遍及所知心，但由妄情而存，不能离妄情而有者，这就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断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就跟量子力学家一样啊，他们把微中子打破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没有了，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会产生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物质啊，物质不是真的，物质是这个幻象累积在一起，我们看到好像是有，实际上不存在啊。科学家对我们这些没有开悟的人帮很大的忙啊，他一说我们就懂啊，马上就想到《大乘经》上所说的，那就明白了，懂了，它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一段念老的注解里面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大乘教里头很重要的部分啊，我们要很细心去学习，去了解它。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上，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学习。真正的受用啊，这个受用就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享受是你无法想象，你入这个境界你才知道，不入这个境界不知道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